观众朋友，大家好，又见面了。大家好，雨欣好。你好，光宇好。光宇啊，首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先聊聊这个戒烟这个话题。好啊，你说吸烟吧，人们都知道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是。很多人呢想戒，但是呢总是戒不掉。对。吸了又戒，戒了又吸。没错。吸了又戒，最后呢都以失败告终了。没错。这个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香烟在整个加工过程中就添加了很多对身体有害的化学物质。而且香烟在燃烧的过程中啊，还会产生上千种的致癌物质。哇，那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把人类的这个八大死因中，有六种呢归为这个吸烟和吸了二手烟有关。瞧瞧多厉害呀！可是你看，大家都知道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吧？但是很多人就是戒不了烟。是啊是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谈一谈律师戒烟的故事。我想啊、今天这个故事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好，那就赶紧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叫彭永峰，原来呢是在大陆做律师。2008年的时候，从同学那边，我高中的一个同学那边，从他那得到了师傅那个转法轮讲法。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听的还是师傅的济南讲法，就是听师傅讲法之后呢，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一件最神奇的事情，就是我把烟彻底的戒掉了。在那之前呢，在2008年就是我得法之前呢，我已经有大概有10来年的抽烟的历史了。那个时候每天最少都要抽一包左右，如果说碰到有朋友啊在一起坐在一起吃个饭呢、聊个天呢、喝点酒啊，那那个时候抽的就更凶，或者在一起打个牌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赌牌，那个时候就抽的更凶，凶到什么程度呢？那可能两包烟都打不住，抽起来那可能两包都要多。但是自从我听了师傅讲法，大概听了也就是4、5讲的样子，因为一共师傅的讲法有9讲嘛，我大概也就是听了一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不起来抽烟了，好像抽烟这回事好像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看到那个烟在桌子上放着也没有兴趣，也不会想起把它再拿过来抽一支，不会。有朋友过来的时候见面之后相互都递一支烟嘛，那个时候别人给我烟抽，我也感觉没有，一点都不想接，那种内心的那种欲望，那种瘾好已经完全没有了。哇，你看彭律师哈，他只是听了法轮功师傅的几讲讲法录音，他的烟就戒掉了。你瞧瞧，他在节目中也说了，他过去也是多次戒烟都失败了，是，但是这一次他有了法轮大法的帮助呢，一下子就戒掉了10多年的烟瘾啊，多不容易啊。对对，是，这真是法轮大法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是为人们呢开创幸福而美好的人生之旅。没错。而且在彭律师的身上还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咱们接着听。2008年那个时候，我开始做律师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很大，加上我这个人呢，就是一直比较喜欢思考一些很终极性的问题，要人活着干什么呀？像这类问题，原来就是经常思考。那个时候再加那个工作状态的原因、生活状态的原因，所以就是经常失眠。经常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那个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做什么呢？晚上睡不着，因为我喜欢写毛笔字，那个时候还在看一些佛教的东西。我记得那段得法之前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要用那个毛笔字啊抄写一段那个佛教的那个经文。当然是看的也是似懂非懂，但是它可以打磨我的时间。一晚上我不睡觉，我可以不至于那么郁闷，不至于那么的那个感觉那么麻烦。
但是很明显，你一晚上不睡觉的话，第二天肯定就没有精神。所以你工作呀，第二天跟人打交道啊，或者是写点什么东西啊，到办公室里面就没有精神。然后得法之后呢，慢慢的这些随着听这个师父讲法，随着开始练功，这些慢慢的都消失了。一开始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再后来呢，我就发现只要是当我有意识的，我就下决心，我说这个大法我要修，我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就是从尤其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很有意识的时候，要主动的要修炼大法的时候，我就发现只要是我想睡觉，我躺着就睡着，所有的再大的事情，那个时候也能马上就放下，该睡就去睡了，五分钟用不了就睡着了。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身体状态呀，就是完了，从原来那个亚健康状态就是完全已经调整过来了。从那之后你别说输液了，打针了，就是一个药片从来都没有用过，这是我原来从来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哇，这个彭律师真是幸运了。哎，我们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失眠啊，这个很多人呢都受过失眠的困扰，是不是？是是。失眠是很难受的，很痛苦的。失眠啊，有时候睡不着觉啊，第二天起来这个头脑是昏昏沉沉，要多难受有多难受。那你还是偶尔失眠呢，长期失眠更加痛苦，它得靠安眠药来帮助睡眠。可是呢，药吃的越多，身体状况越差，精神状况越差，每个夜晚的来临它都是备受折磨，非常痛苦。是长期失眠啊，会使人这个脾气暴躁啊，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还会产生一些幻觉，严重的呢会使人这个精神崩溃啊。哎，你看彭律师这么严重的失眠症，他在听了法轮大法讲法几讲之后啊，全都好了，多神奇啊。不仅失眠症好了，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他整个的身心所有的疾病都消失了。哎，真是了不起。哎，雨欣，还有啊，咱们之前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呢，都是发生在成年人修炼大法之后出现的神奇故事。那么有没有孩子修炼之后出现的神奇故事呢？有，当然有啊。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小朋友身上的神奇故事。好。叫三呼吸歌，发现无限妙，发力大法好，在无始人道，不是跳舞。我叫范林莎，我在华盛顿 DC 政府工作。这个是我的侄儿，Alex 月，他今年8岁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去年他经历的神奇的经历。去年5月7号星期六晚上。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散步的时候呢，他在地上抓了一个黑色的虫子，回家以后没有洗手就吃饭了。吃完饭以后他就说嗓子和胸不舒服，然后拼命要喝水，后来他就哭，他就说哎呀，他可能是摸了毛毛虫那个中毒了，所以很难受。我当时跟他讲，我说大法小弟子有师父保护，不用害怕。我说遇到危急的时候你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师父帮帮我。然后他这样照做了以后很快就好了。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我是说法轮大法好，师父帮帮我，真善人好，几遍就好了。这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哇，这个小朋友太可爱了，这真是一个生长在大法中的福宝宝。哎呀，你看这小宝宝多可爱啊，他从小就在大法的这个呵护下成长，有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都大法帮他化为乌有了，
这给父母是省了多少心啊。是啊，嗯，有这样一个家庭，父母含辛茹苦的把孩子养大成人了，又培养到了硕士毕业，正当他准备攻读博士的时候呢，他却突然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啊，使他苦苦为之奋斗多年的美好人生戛然而止。他将面临什么呢？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小莲的故事。我叫王辉莲，1997年硕士毕业之后就留在东北师范大学做了一名年轻教师。因为1997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准备去中科院考博士，可是就在考试前的10天左右吧，我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当时就是感冒发烧，也没有在意。后来呢，就开始出现就是两个膝关节就开始腿疼，后来这个病情，这个腿疼越来越严重，我都需要扶着墙走路，下楼更是艰难，就是每走一步台阶都极其疼痛。我坚持走到楼下的时候，那就是满眼泪水了，就太疼了。后来我实在就挺不了了，我就去医院检查，当时医生就把我留下了，他说你这个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嗯，赶紧住院治疗。住院了之后就打青霉素，但是也没见好转。那后来医生就请来省内各大医院的专家进行会诊，就说确诊为急性风湿热。那由于就是病情很严重嘛，他们就决定给我服用激素。服上激素之后，我这个症状就有缓解，腿也不疼了，然后红肿的膝盖也开始收缩。所以我就跟医生商量，我说哎呀，我这不好了，嗯，那么几天之后就考博士了，我还是去北京考博士，然后再慢慢同时服药。那医生很严肃啊，就把我的家人叫来跟我们说，生命比博士重要。事实上我这场病也根本没好，那是激素的造成的一种假象吧，这是一场噩梦啊，这场噩梦才刚刚开始。那我按照医生的就是医嘱啊，就每天服用6片激素，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治疗风湿的药物，在这样的就是你这个激素要慢慢减量，当从6片减到2片的时候，我这个病就全面复发。复发这个症状比得病的症状还要严重，因为我当时入院的时候就只有两个膝关节疼痛，可是复发的时候就是全身的关节疼痛，就是包括食指关节，就是所有的手指的小关节，包括肩部肘部整个这个踝关节所有的关节都疼痛。然后疼痛就是我不能生活自理呀，就是所有的吃饭需要别人喂，我不能整理衣服，我不能翻身。那最艰难就是我要去卫生间的时候就不能独立完成，需要我的姐姐搀扶我，而且她相当于抱着我呀，一直把我扶到卫生间，她完全抱着我，她完全把我抱起来，然后我要抱着她，相当于我不能用我的两个膝盖在用力嘛，她把我抱在坐便上。就那么一刹那，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就觉得那种疼痛和那种绝望感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样的生活。后来医生说，那复发了之后要增加激素的用量，你用量要从6片增加到8片，而且要长时间服用。那我长时间服用激素之后，激素的副作用就在我身体上完全展现出来，很快我就出现了满月脸，那脸这么大啊，完全是圆的，而且脸部和颈部没有界限，颈部也跟着肥大。而且我睡觉的时候，我在侧卧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脸的存在，就是它很碍事，而且我伴随着满脸痤疮，痤疮大量的出现，我几乎这个脸部没有一点完好的皮肤，就几乎是毁容。
还有就是我会平地摔倒，就是走走路就摔倒了，身体非常虚弱，我需要卧床，弱不禁风，而且我伴随着服用大量的中药，中药呢，就是一般的中药是很苦的啊，可是我服那个中药不是苦的，是又腥又臭，满弥漫在整个空间，因为那里头全都是动物的一些尸体，比如说蜈蚣、蝎子、蝉蜕、龟板，全是动物性的，因为医生说是要以毒攻毒。所以这样呢，我父亲拿着一个厚厚的本子记录我每天的温度，那么一个小时要量一次体温，我母亲整天在厨房里除了给我做饭就是熬药，全家人没有笑容，就是这样，我躺在床上弱不禁风，我家里不能来人，因为我爸爸担心任何外人来了会带来细菌和病毒，我会再次感染导致我的病情加剧，全家都笼罩在这种疾病的这种阴影下。就是这样，我们一直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要我们吃雌激素我们就吃激素，让我们吃中药，吃所有包括阿司匹林，吃每天吃16片，我那个药都是用需要用手捧的，我都甚至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药，我的饭是配着药的，因为如果很多的药物没有饭的话，那么不能吸收。我当时我记得我吃药的时候，我会忽然间呕吐，就是那种呈喷射状的吐出去，所以我面前床前摆的好几个这种容器来接着我会随时的呕吐，因为剂量太大，而且很多药物是带着毒性成分很大的，医生也告诉我们这一点。我服药的时候，我父母不在身边看着我，他们不忍心看我服。他们不忍心看着我吃那么难吃的药。就是这样吧，我觉得我们还是充满了希望，觉得我技术慢慢减量，我们通过中药这样的一种方法能让我尽快的恢复。可是当我技术从8天减到2天的时候，接近将近半年的时间，到2天的时候我再一次复发，那这次复发的症状就比第二就是前一次复发症状更严重。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彻底被打倒，我觉得我的精神也彻底的崩溃，真的是崩溃了，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因为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宣判哈，因为如果我服用激素，那么我就摆脱不了激素，如果我不服用激素我就摆脱不了这个疾病，我怎么办呢？我真是绝望到了极点，万念俱灰。20几岁的女孩子，美丽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这样被疾病毁掉了。哎，你先别着急啊！你看她现在这个清秀靓丽的样子呀，那哪是服用了很多激素之后满脸痤疮的那种叫做是满月脸的样子呀？她肯定是经历了什么神奇的事情。来，让我们把她的故事听完。这个时候呢，我想起了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一个朋友去医院看我，给我推荐法轮功。那当时法轮功97年的时候，在国内在长春市已经有很多人开始习练了，我也知道，但当时在我的那样一个心里就觉得练法轮功好像是我父母那个年龄的人要做的事情，我还那么年轻，我那么有那么多的
梦想和追求，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我一直相信医学能治好我的病。这么长的时间，包括我的全家也对于医生的所有的治疗方案我们充满了信心，我们极力配合。可是经过了这一年的时间，我的身体不仅没有好，而且越来越糟，我几乎就是一个废人。那么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就是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朋友的那个话还在耳边，于是这个时候我拿起了《转法轮》这本书，我静心地把它读完。那么读完了这本书，我觉得我的世界观彻底地改变了，而且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我面前，我觉得我有救了。这场疾病包括整个的诊治过程让我觉得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救不了我。那么看完了《转法轮》，我觉得我有希望了。我觉得如果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就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事实上奇迹也真的出现了。我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说我一定要加大激素的用量。那么几天之后，我没有加大激素的用量，医生所预言所描绘的那种更可怕的症状没有在我身体上出现。疾病在我身上这一年来像一座巨大的大山压在我身上，使我透不过气来。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沉重的山好像忽然间消失了一样，原来的那个痤疮那种红的发亮的那种红斑渐渐的在收缩，而且那个慢慢的那个红色变成了深的棕色，就是在慢慢的往回收缩，而且那个脸部也开始就是不那么肿大。最重要的就是我恢复了我这一年来几乎没有的食欲，体力和精神都很快的有变化。那么就是这样几个月的时间吧，1998年9月份我重返校园，从一名学生变成了一位年轻教师。那回到学校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再回到学校，再看校园，再看周围的人和事，我觉得校园很美，所有的人都很美。修炼法轮功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态变了，我不再那么关注在意自己的得失成败，我只是在过程中能够以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20年过去了，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无病一身轻。不仅医生当时所描绘的说风湿性心脏病会伴随你一生根本就没有出现，而且我觉得我比我20年前还有精力充沛。我真正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借此机会，我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我的感恩，感谢师父给我第二次生命。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小林在绝望之时，拿起了《转法轮》。
一扇通向光明和幸福的大门在他的面前敞开了。对，而且他马上就恢复了身体的健康。你看2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那么青春靓丽，充满活力。是，今天的节目的嘉宾啊，他们都是亲身经历和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真是可喜可贺。哎，光宇啊，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在问说，在哪里可以买到《转法轮》这本书？哎，问得好，大家呢可以去你们当地的天梯书店去购买，或者呢去上天梯书店的官网，他们也负责邮购。关于天梯书店的相关信息就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下方，请大家留意一下。是，好，观众朋友，祝您好运哦！祝您好运！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再见。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